又唔想住喺好 busy 嘅 downtown， 又想有地铁站嘅方便，又想住喺名校嘅附近 ，Concord Park Place。我会形容喺 North York 呢45号地为闹市中嘅绿洲。为咗日常生活方便，梗系最好住近401栋 DVP 啦。但系转眼已经置身于绿洲，巨型绿化计划绝非纸上谈兵嘅。发展商10年前嘅承诺一一兑现。Concord Park Place 喺北边嘅就系 Shepherd， 亦系地铁沿线。最近我哋嘅地铁站就 Bessarion Station， 唔使塞车，轻轻松松40分钟就直达 downtown 啦。喺地铁站后边动紧工嘅地盘就犀利啦，就系耗资86 million， 占地85000尺嘅社区中心，里面包括咗大型嘅图书馆同游水池。North York 出晒名系名牌学府林立嘅地区，单单系 Concord Park Place 20分钟车程之内就有5间名牌私校啦。今次介绍俾大家嘅项目就即将坐落喺成个 Concord Park Place 最中心最靓嘅一块地皮，就连个名都系霸气十足嘅 King's Landing。发展商 Concord 最令我欣赏嘅地方就系与时并进，不断创新。大厦嘅设计不时加入高科技嘅元素，质素亦系不断提升。今时今日 ，Concord 嘅大厦绝对可以媲美5星级嘅酒店。King's Landing 将会由30多万起，未必系同区最平，但系可以喺闹市中嘅绿洲享受最顶级嘅设计同用料，绝对系物超所值。想要一条龙的服务，识揀一定是揀王者置业。